啊，那个，哈哈哈哈，那个，你今年32，33了，大龄，大龄啊，我没觉得大龄啊。怎么不大龄啊？俗话说，33翻一翻，翻一翻66，66还不是大龄？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来，那个记者我不了解。真与我了解，孩子挺不错的。我听说他对你有好感，你呢？董事长，您可能不太了解情况。我清楚得很。就有些事情，真的不是我能左右的。其实严峰，好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工作要做，恋爱也要谈，嗯。